积分赛第二场，我从哪里来主题赛，唱得太好听了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做自己最帅的最酷的那个劲儿，声音很迷人，极其痛苦之中又带着那种欢乐，真好，超级好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给他多投票，因为他们昨天分数不是很高，其实够焦虑的，不怕，反而我们淘汰了，可能大家还觉得对我有点留念。天哪，我主要没有什么特辉煌的历史，然后也没有特悲惨的往事，是吗？对不起 ，I'm sorry，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我已经疯了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来吧，看分数。今儿这俩呀，完了。